大家 好，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短片。我是秋渊，我是如玉，我们都来自越南。如玉，你为什么选择台湾？对我来说，台湾是个很好的地方，有丰富的文化，美丽的风景。还有什么呢？台湾还有不错的医疗条件和教育资源的品质。对，可是那不是我们选择台湾的最重要的原因。最重要的原因是，今天我们会跟大家介绍的是文藻外语大学的华语中心。那文化中心会有什么呢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有我跟秋渊。别开玩笑了，在华语中心，老师和同学一直帮助我，我每天都过得开开心心。对啊，我刚来台湾的时候，我英文和中文都很差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感觉非常迷茫，还常常偷哭呢。他是想他的妈妈了。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华语中心为了我们而举办了很多活动哦。对，每个学期各位老师会举办一些活动，比如说唱歌比赛，让我们的中文进步的很多。再提醒一下，台湾的蒸奶和鸡排非常非常的不错，我还没回越南就已经想念了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看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